针对电力股的表现呢，因为本身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看见煤电联动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实施。另外一个情况来讲，我们看见上半年呢，这个煤价的上涨，导致这些电力公司的成本呢是不断的上升。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吧，电力公司又没有办法提价，所以我们看见上半年很多的电力公司都面临一个亏损的一个情况。近期来讲，我们看见煤价开始下跌，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，电力公司是可以再接开始的提价，所以这方面来讲，在下半年的营运环境应该有一个改善。但是上半年的营运业绩呢，我个人看法就是说，大部分的电力公司还是会面临一个非常之严峻的一个局面，这方面来讲，只可以在下半年希望是有个改善。